刘佩月同陈家宝去到铜锣湾为新剧宣传啊，唔知佢哋系咪夹埋噶，齐齐着黑白色短裙，齐齐 show 白滑嘅长腿，成功将黑丝嘅陈海琳比下去啊，系咪特登着成咁夹击啊 Grace 先？冇啊，我觉得呢个好密实噶，问你、啊。其实我是、第一个试衫嘅，我就误以为大家都是咁上下嘅，咁点知我嚟到之后，嗯，点解今日得我咁清凉嘅咧？就觉得嗯。不過都唔緊要嘅 ，Grace 呢個美貌搭救係冇錯 ，Grace 都有呢個長腿加黑絲搭救啊。同埋劇入邊，因為我個角色好男仔頭嘅，又剪短曬頭髮，又成日著啲羽絨背心啊、棉衲啊，著到個人勁厚。咁我諗宣傳嘅時間話翻俾大家聽，我一個女仔咯，都睇得下㗎。因為我都係喺全劇係包到冚嘅，咁所以就今日係趁呢個機會舒服下。冇性感嘅喺劇入邊啊。就好打得咯，打嘅場面會比較多咯喺入邊，係就 sell 另一樣嘢咯。係，我都係 sell 另類嘅 cool 啦，因為係啦 cool 啦 ，cool 啊 ，sell cool 係啊，因為之前啲角色都係比較青春啊、海人啊，咁今次就會有另外一個感覺，就係唔笑嘅。佢哋好少引我笑啊！呢個劇入邊，我都同佢好少，但係我一出嚟嗰個感覺都要有氣，要有氣，要有氣。